又买了三袋羊粪，这羊粪是纯活的，纯淡淡的。羊粪温活不烧苗，能够持续的给我们的植物提供养料，长期的食用羊粪有机，植物增长旺。羊粪食用方便，撒在上面就可以了。羊粪不但植物长得好，果树用了也不错，主播的无花果经常食用羊粪。果子结的又多又大，阿娇吃了羊粪压满架子，甘蔗吃了羊粪长成了参天大树。点击下面小黄车就可购买真羊粪。